小奶狗王安宇追爱成功，终于突破教练姐姐金晨的心房。陆剧赤道描述年下运动员和霸气飒姐的高田姐弟恋，两人的吻戏超有火花。姐姐压倒弟弟王安宇真的很会亲，同场再加码，树下偷亲这一幕同样浪漫又唯美。We'll be right back.